到猪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， 我现在在台南，然后的市场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有个市场什么东西的台江内海绿色隧道，我们要去搭船，所以我想要录个小小的影片。听说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看看我们搭船要多少钱啊？然后里面的景象是怎么样啊？都拍给你们看哦。合菜，那个毕业旅行就爱吃合菜。五星级化妆室，真的假的？有五星级吗？轩？没有。没有。就好，也不。这附近就是有一个美食广场，五星级的化妆室，还有大众厅哦，大众庙，还有抹香鲸，还有隧道，台家码头，这是什么？买小东西的手链之类的，走。这边候船室，我们要先去买票，200块，30分钟，还有70分钟哎。绿色隧道，我买绿色隧道的，它有分两种，价钱一样哎。对啊。可是我觉得绿色隧道比较好，至少30个人开船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绿色隧道就是走这里而已啊。台江哇，走很远呢。哇，那我一定会热死。我们小小的就好。看绿色隧道就那么美了。嗯，对，我们就是绿色隧道，美美的就好了。绿色隧道是美的，你最好不要买错你这个小雷包。绿色隧道候船室，走，我们进去，希望你有冷气。哦，有凉哦。感觉快要开船喽，还有便当。没有啦。我的那么旧，却那么新。穿好了，还有架势。所以我可以看你。哎呦，可爱哟、喔！30分钟哦、喔，不要晕船哦。你要来斗笠，你才不要斗笠，坐这边就可以了。好，坐这边，这边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睡高居高居哦。找到位置就坐下来哈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台南市南区四角里四角大众庙，一起搭着蕉筏游绿色隧道。如果您要扶手的话，请把手放在内扶手哈。来，各位，你目前所看到的一花一草一木，这是呢我们台江国家公园的管辖以及保护范围。不要用您的手去碰触任何的植物，但会有一些螃蟹出来啪啪走。螃蟹。红海蓝的特性呢，我们看一下咖啡色的这个一根一根的，这个不是树枝，也不是树干啊，这个是红海蓝的呼吸根，它是由上面呢往下一直长哈，长长长长到头。它超我了。然后最后呢，拜拜。拜。来，我们再来往左手边来看一下，我们从第一种红树林植物红海蓝到第二种红树林植物啊，那机器手臂很帅了，光合作用。沙包的交界处哈也会有螃蟹，轩就是个大螃蟹，大肥猪啊。那后面这只刚好是女生，红树林植物里面呢、啊，叶子最小、最翠绿哦，耐盐度也是最好的。这个有毒哦，有毒。左边这个是有毒，这个有毒哦，所以你不要碰到这个。所以各位啊，你可以发挥您的想象力啊，既然是有香眼树之称的话，表示它的毒性应该不轻了。而我们现在呢，即将要进来绿色隧道了，等一下树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。请各位一定要会躲树，然后呢，各位的手机相机请拿好。我们这边呢、啊、有号称全台湾最大的养鸡场啊、哦，养的都是各位的手机哦。准备进入绿色隧道。哇哇哇哦！你要会下腰。下腰。下腰，你的头，你看你的头。哦。哇，好近哦。哦，突然觉得自己肥肉很大块。各位的正前方水道尽头处，就是这里赫赫有名的天使之吻。我怕你的吻就好了。建议你哦，手机放横的啊，手机放横的啊，荧幕放大。天使之吻呢？很美，很美哦。好美的，我们刚刚就是从那边游过来的，原来我们后面也是那么的美啊。来，各位有没有看清楚我们的天使之吻？它这是一个得奖作品啊，有个摄影师啊前来取景，就是拍了各位正前方的美景。那么他参加摄影比赛啊得了大奖，那他的作品名称啊就叫做天使之吻啊 Angel Kiss。 哦，你们觉得是宣美还是风景美呢？我投宣一票。哎，宣小心你的头。哦，拍回去，这是太阳。你看这边有个水母 STP， 哎呦，哎呦，终于搭到了，都没搭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开心哈。嗯。鸭子。呱呱呱。什么？呱呱呱。原来是鸭子的近亲啊。呱。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。订阅哦。